看到我满心喜悦的笑容啊！那几个制作单位啊，在我爱甲海产，所以要带我到最新鲜海鲜直送的，就是澎湖，没来要甲海产哦。我已经在这边等了。向你，向你，向你等一下。走，出了一点小状况啊。什么？因为今天下雨，所以那个船都没有开，所以今天没办法去了。公司啊，那什么？没开？嘿，没开。啊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就不然就做 ending 好了啦，就没办法了。喂，屁啦！不要啦！啊、我不管你要补偿我啦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香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干嘛啦？你不是说要回公司了吗？跟你开玩笑的啦，你不是想吃海鲜吗？今天带你来这边，号称嘉义小天母。这里有新鲜的海鲜，还有顶级的食材哦。里面火锅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走吧。真的吗？对，走喽。主办单位真的是对我太好了，先是泼了我一盆冷水，害我以为吃不到新鲜美食，想不到，嘿嘿嘿，各位观众看一下，噔噔，耶，超开心的！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左右护法美食达人，我们的诗云跟我们的世阳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但是我不得不说啦哈，因为你们开店开在这个我们号称台北小天母之称的我们这大雅路上，对，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，而且呢要有别于别人的特色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话不多说，看到满桌美食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，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先讲第一个东西好了啦，菜盘。我们比较少用火锅料。哎，对。对。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还有用一只天使龙虾。对耶，我刚刚一直在研究，因为一般的菜盘就是火锅料，其实讲实在也，经济简便啦。哦，讲句实在话是这样子，但是你去超市你都买得到，你干嘛还在这边吃那些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光是从菜盘就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讲究，新鲜的蔬菜下去现切。对。这样搞缸啦，喜欢用新鲜的。那因为我们的上面的天使红虾是生吃级的，可以直接生吃。可是这不用煮吗？它可以直接生吃，因为我们是采用生吃级的。那如果说你不敢生吃，你可以放下去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。它煮太久，它的口感会不对。我来挑战看看，好不好？要帮你剥吗？好，帮下面剥一下。我们还有这种服务吗？有。那当然太好啦。姐姐出门吃宵都是有人剥的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慢慢来。你老公长得帅，连剥虾都帅。他平常有没有帮你剥虾？没有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所以天下的男人呐、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要帮老婆剥一下虾？对，因为这个够新鲜，我平常还吃的是生吃。哎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如果你不敢生吃，可以刷一下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种生吃的这个天使红虾，那一口吗？我先小口尝一下好了，好吧？好甜哦！嗯，生吃的话是很甜的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是甜的，我本来以为虾会有它的海鲜味道。可是其实有啦，有海鲜味，可是是新鲜的那种鲜味，对，嗯，这是蛮特殊的。那我们要切入主题了，好不好？火锅，我看到我们的汤底蛮多不同特色的，是，对。要不要先从我们的基本款？这是我们店的招牌，石头锅。那我们是用麻油，纯正的麻油，然后爆炒洋葱，然后之后加上我们的蔬果汤，对，还有我们的特色高汤。
是，对，就会变成一个有层次的一个味道。所以就说，那麻油呢？麻油有特别严选什么样的麻油？当然，我们纯正的麻油就是我们确保它纯正，是因为从它收成的种子，我们去购买种子之后，我们去拿去工厂去做压榨，榨成麻油，做层层兼工。我有听错吗？你要去购买种子，对，回来，对，去跟小农收他们的农作种子。不会吧？这么高干啊，才确保它纯正。而且我们每次到这个季节去收完的时候，到压榨，我们要自己准备的便当去那边亲自监工。你看看，所以真的是慢工出细活。而且呢，它光是麻油哦，一般可能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煮的食材里面的其中一个油品而已，它竟然还气做。欸，会不会当我们吃这个牛肉猪肉，你会牵一头猪或一头牛进来？哇，我真的是甘拜下风呢，居然连这种小地方都这样你要搞缸，也难怪位在美食竞争激烈的黄金地带，客人依然能够坐好坐满。小编今天真的是找了一个好地方呢。首先石头锅你说配上我们的海鲈鱼，对，我一般看到的都是鲈鱼片呢，我们是整只下去切，这么海派哦。对，好，那你建议我们可以怎么煮怎么吃呢？开始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客人说，在锅上来的时候，它鱼头跟鱼尾可以加骨头，可以整个下去让它到，哦，就是骨头下去好的话，它的鱼头是会入味的。骨头是这一块，哎，刚刚说值回票价哦，不会说只是一片一片你。整只鱼的精华你都可以吃得到，而且其实从鱼骨头里面可以熬出一些我们里面要的钙质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长辈朋友爸爸妈妈你若爱吃鱼啊，不妨可以点这一道。没有错，就是一整只完整的鱼，不只是鱼肉片而已耶。喜欢吃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来，再就是我们的烧酒。对，烧酒的话，就是我们是用全酒下去做，就是全酒搭配我们的精选中药，然后做全烧之后会加上我们的高汤，还滴全酒哦，一整瓶吗？一整瓶，一整瓶的米酒，哎，这样不会醉吗？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做全烧，做全烧，哦，会再经过那个火焰的烧过之后，把那个酒精烧掉，把它挥发掉。我想着我阿妈在灶开咧煮烧酒给你，要不然。哦，又加我们独家的秘方，秘方哦，所以是我们烧酒里面的完全提味而且独特的这个汤品的特色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麻油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呢，啊，每半年要拿着便当去人家那个小农家，等人家榨油出来的那一瓶。哎呦，很精华哎。其实我刚刚有闻了一下麻油，好香哦，闻到都想坐月子了，纯正的就跟进口不太一样。是，我觉得很棒哎哦。好，那像它现在这个阶段，我还可以后面就开始涮肉了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直接涮肉。那你推荐吃啥呢？我推荐来，我来我们的披萨的部分牛肉。披萨，对，好，其实它算每一种肉都是。是的，来 ，OK， 好，感谢您。我据我知道啦，因为其实我也算是半个老饕了，其实呢肉品的话是分四种品质啊，就是安格斯牛肉的话，这已经算是我们里面最高等级的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要吃咯。哦，全家丢逼，真的，因为一般我们可能是穿烫像一般的比较轻的汤品，可是你算它这个烧酒啊，那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衬托哎，因为肉品有油脂，可是酒刚好跟肉是很对味的，哎，好吃，你可以吃一点呢，我也推荐一下，真的。光看这肉的色泽、弹性，就知道绝对是新鲜的。快点，我要赶快继续吃下一道。那这个呢，汤都快烧干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剥皮辣椒，你可以喝一下。很好喝，欸，其实都很好喝，欸，你们的汤天啊，难怪今天难怪生意那么好，好好喝哦。那个剥皮辣椒，它
因为我是怕辣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它带一点辣味。哎，你说你没加糖，我真的不相信了。它这个甜味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剥皮辣椒本身，真的哦。对，它本身的话会有一点甜甜辣辣。哇，好好喝哦。它带出来的。那像我们喝茶会有点咸，是因为蛤蜊的关系。嗯，蛤蜊带出它的咸跟鲜。真的是好厉害呀、啊！不只有剥皮辣椒的辣味，还有蛤蜊的鲜甜，而且完全是天然的味道。等等，我好像看到桌上有一个厉害的东西。等一下，你那个是不是要给我的？麻油炸的。听说啦哦，这个是他们这边的非常的招牌的这个麻油炸弹。麻油炸弹。对。怎么吃？因为。我知道是用我们的气做麻油下去炸的，对对对，所以这成本很高，因为是用麻油下去炸。好，这个建议就是中间化开，让它蛋汁流出来。中间化开吗？对，从中间。好，这样。然后慢一点。好，怕它蛋液喷出来。这样。哦，天哪！哎，这锅炸米了呢。它可以搭配我们的胡椒盐。我知道，胡椒盐是我们特制的。那我要怎么弄啊？这样蘸就好。真的吗？我试试看。你可以把它用平均一点。我先五粒杯吧。没有在买。人家胡椒盐好吃哎。可以来我们店。大口是吧？炸的恰到好处，然后外面酥酥脆脆的，其实它也是冷掉喽，可是它是酥酥脆脆的，然后加上它这个蛋液跟这个胡椒盐，绝配。这种绝配的程度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啊，今天跟刘德华结为夫妻连理的那种，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。闭嘴！吃到这边来，其实我有个疑惑，每一道都是严选，都这么好吃，但是说好的海鲜呢？海鲜？对啊，我们小编说来这边，把他骗我去澎湖，你知道吗？竟然没有办法去，他说这边的海鲜都是我们呢新鲜直送过来的。你在内行，海鲜店还是我们来这里必点的。当然咯，怎么可以不吃海鲜呢？快点快点快点！海鲜拼盘来了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哦。叫做大准里杠的意思的地方，然后感觉真的超美味的，而且呢色香味俱全，所有的这个一应俱全哦。那我要用哪一种汤锅煮？因为这么多，建议搭配石头锅或是烧酒，对，这两个才不会抢它的鲜味。哦，对，那就请服务了。好，回去之后就，哎呦，这个主持人一天到晚这样叫人家煮给他吃啊，有没有？拜托，观众朋友，难得有这种福利，不然平常你知道一个人主持多辛苦吗？又要煮东西，要吃东西，要讲话，哎，对不对？他有建议鹅要穿烫多久？大概十秒钟就可以了，十秒就能吃，不要太久。好，他平常应该都很听老婆的话吧？刚刚老婆说差不多了，好可以吃。嗯，这五七，我好像在海港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马上就是坐在那个海边，然后马上在那边钓鱼起来，就马上煮，马上吃，就这种新鲜度哎，天哪！那像哎，这是不是一定要赶快吃一下？对对，干贝。嗯。这样就算时间六十秒，差不多了。很可爱，你真的六十秒就可以吗？我好怀疑哦。好喝，我好好喝哦。人客啊，咱来看麦啊，六十秒嘟嘟好煮出来的干贝到底什么款好？嗯，果然呢，你真的是测试过六十秒的，哎，那个完全没有缩水哦。
因为你煮久它会缩，水分会流失掉，可是你会吃到它很新鲜，你会觉得就是很老爱，很老爱，很香哎，嗯，六十秒是对的，听老婆的话是对的。为什么你会这么精准知道它的煮的时间点会特别好吃？因为有自己有试过啊。你是计时吗？对，比如说59秒不行，61秒哦太老，就60秒69秒是这样子吗？时间的守护者。总结啊哈，都很新鲜，我觉得只要新鲜就是美味。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很多余的赘词来介绍我们的食材。我刚刚讲的很纯粹，你就觉得真的是很用心，很感动。所以呢，爱吃美食的，想要吃新鲜直送海鲜的，还有吃我们肉品的，哇，顶级牛肉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麦猪的，欢迎来让我们嘉义哦，来品尝哦。那外县市的朋友就坐个车来吧。我们有听到你的心声，所以其实我们台南还是有一间。哎，真的哦。对。所以台南也是有一模模一样样的。一模模一样样。六十秒穿烫就好吃的干贝也有。对。哎，那很棒哎，好，而且好像听说台南店是店格的风格不太一样，对，好摆就是装饰，可是内容物包括我们新鲜的这个食材，用心的程度是一样的哦，在安平啊哈，对，在安平，好，那欢迎啦，我觉得吃美食哈，永远呢就不嫌迟啦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呢就来这边品尝喽，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两位呢来接受我们的专访，来给他们来成功。